小花，对啊，你在干嘛呢？你我洗竹笋呢。在洗竹笋呢。对，哎，这个啊，你怎么又带东西来了？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来我家就不爱带东西了，你每次一来怎么带这么多东西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多少啊，你拿着吧，一点点。你等一下拿一点给小朋友，有小朋友的东西。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弟弟在喂猪呀。对。弟弟，你在喂猪吗？在喂猪呀。太可爱，能不能让志哥帮你喂啊？哇，给我一颗吗？志哥，哎，屋里面坐吧，我把这个竹笋洗了，然后我们做饭吃。做饭吃呀？今天给你做一道美食。我好久没有尝过了，今天要好好尝一下。我厨艺也不怎么好，然后我今天尽量做的好吃一点。好，进屋坐吧。哎，好。你要喂猪啊？等我们进屋坐吧。来，弟弟。好。好。进屋坐吧。哎，好。家里面有点乱，不要嫌弃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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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花。嗯。你们煮竹笋都是这么煮的吗？对呀，我们都是这样子，哎，煮的。这样子煮。啊。这样煮有什么特别呢，小花？嗯，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煮了之后剥着吃。剥着吃啊？懂了懂了懂了。那这是在干嘛呢？这个？这个啊？这个拿来烤啊。烤啊？没剥的竹笋这样也能烤呀？对呀，这样子没剥烤着吃的话，特别特别的香。哦，特别特别的香。头一次见我。哎，待会儿你尝一下两种不同的味道。不同的味道。嗯，好。他们是不是睡着了，弟弟？他哎，他们上来了，你们两个。哦，好。走了，弟弟。哎，小心啊。哇，真棒啊！太棒了。他过来坐着。好。来，这个尝一下。哎，好，先给弟弟吧。哎，没事，你拿着吧，我再给他剥。哎，好。辣椒在这里哟，你蘸着辣椒吃吧。蘸着辣椒吗？嗯，香。继续蘸吧，走的。嗯。来，鸡蛋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嗯，香。这辣椒有点辣，又辣又香。要不你拿个土豆？土豆啊，一起吃吧。嗯，好，这个是烤了的。哎，好，谢谢小花。嗯，好不好吃，弟弟？好吃，好吃。嗯。哎，这个，这个钱你拿着。这是干嘛呀，小花？你，哎，这个钱，上一次我侄子过生日，你又买礼物又给钱的。我们小孩子过生日都没有收到过那么多的红包。嗯，这个钱呢，是我这几天打竹笋换来的，你拿着吧。小花，这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这钱我不能收。没事，你拿着吧，你拿去，你拿去。不，小花，你不说的话，反而我心里面过意不去。不，这是你辛苦挣来的钱，你不能给我。而且我给小孩子红包那是正常的，知道不？是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钱真的，在那个你收着吧。还别动小红包哈！啊，还别动小红包。嗯啊，嗯啊，小猫，你小猫。只是俺们吃过的片子也不是给你小猫嘛。吃过的也不是给。啊，俺们的是不是两百不两？你真的是啥什么错事？别说嘛了，走走走！干嘛呢，大哥？我们的鞋子了，别擦！干嘛呢，大哥？走走，大哥！操你！这服了吗？他妈，钱嘛就是嘛！干嘛呢？走走走！走走，大哥！小花，哥，没事。对不起啊。
没事没事。我哥他。没事没事。没事、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再过几天我去打足球挣点钱，然后把那个钱还你啊。不用想还，不用还，知道吧？你是干嘛呀？你真的，哎、你自己本来就不容易，你还这样，你真的。你每次来我们家又买东西又给钱的，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小花，我不需要回报，我只希望你会越来越好。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又懂得感恩的人，真的。我希望你在以后的路上把这份纯真与善良带给更多的人。加油，小花。好，我们进屋坐吧，这个。进屋，我还有事。怎么进屋坐？我们就是，做个腊肉吃。上次你不是说我家的腊肉好吃吗？走吧。真的好吃。走吧，小花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还有事。不，就你是不是害怕我哥呀？不是害怕你哥。是真的有事，我改天再上来好不好？你说我哥他就那个样子，你不用管他的，他一会儿就好了的。走吧，这个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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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真有事，真有事，真的，今天你做的竹子真的很好吃，哎、就是那个辣椒有点辣，真的好吃。走嘛。不用不用，小花，真的，我是真的有事，我就要先走了，真的。哎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真的真的有事，所以我说我才要走的，真的。好吧。好，我就先走了，小花。就走了。对，要走了。我下次上来的时候再找你玩吧。好吧，那。再见，小花。再见。